你骗我我都高兴，我很感动、哦、我很感动啊！但是我认为我那个感动啊，绝对不是骗我，是真的啊！因为我师公本来就对我很好啊，他一定会摸我的头的啊！所以他跟我讲啊，我就非常谢谢他啊！这个是真的，所以我讲这一段呢、啊，莲花生大师说，他从未离弃对他有信心的人，甚至不相信的人。啊，不相信莲花生大师的，所以有一次我在台湾有一个大道场，他们是汉传佛教出名的，他不会相信莲花生大师的。但是那一天他们办水路最后一天在烧那个纸王船的时候，相片一拍，整尊莲花生大师，哇，慈悲啊！你不相信我，我依然来加持。啊，那张相片我都有留下来，啊，就是。这个大道场他不可能，他连密宗的书都不能放在他们道场的啊！但是、莲花生大师依然在加持不信我的人，所以虽然他们看不见我，我的孩子们将会永远永远受到我慈悲心的护卫。慈不慈悲啊？嗯，哦，本扎古鲁贝玛西德啊！所以我想我为什么要一开始讲这个，是因为我们必须研究佛法的人必须先培养如母子相遇的柔软心悲心，然后我们再来研究佛法，才不会让我们越来越离众生越远越骄傲啊！一骄傲的时候啊，所以有时候我经常碰到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们在办电视台，有很多人很会讲课，在家出家，他也知道我们这边是免费的，也会透过很多管道啊，然后希望在我们这边播片子，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后来他们就问我说：“啊，那师父，那到底要怎么办呢？要用还不用？”我说：“这样好不好？你们就给他播来看看。但是你看一眼不想再看下去，那就不用了。因为他长得不可爱，因为他不爱你，他就长得不可爱。如果这位讲课者他一脸慈悲悲心。”不管他讲的好或不好，然后你就会很想再看他。就像我当初之所以正式听经，我正式听经是听一位比丘尼，这位比丘尼口疾，讲话口疾，他就用那个儿童的课本把阿弥陀经，而且他慢慢讲，我们这几个人还要接他的话，这样啊，我们那时候几个都是搞事业的，很认真，为什么？被他感动。啊，因为他讲的内容我们看书都比他好，但是他那种悲心呢、啊，所以我就被他感动，他要求我每个六礼拜六礼拜天就要去他那边打坐念佛，我从来没有停过课，直到我出家，其他的同学都跑掉了，我还在啊，因为我被他感动啊，所以因为并不是他口才好，并不是他出名，不是他内容讲得好，而是他那种悲心，希望我们能够体悟无常。特别我要出家，他跟我说：“黄居士，如果你要出家，你一定要把无常体悟得很彻底，你才出家。”啊，所以他打我打到手痛，用打的来代表说的，啪啪要去体悟无常。啊，要打到我从哭到不会哭，因为他知道我要出家。啊。如果这一点能不能体悟啊，他也就是说不能体悟无常而放下出家，出家反而痛苦啊！能够体悟无常出家，至少追求解脱，进一步就能够升起阿弥陀佛的悲心，因为他是念佛的，去帮助众生啊！所以我认为我最大的幸运，各位要发来愿生生世世得遇善知识啊，这是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啊！修行如果你去碰到恶知识恶友，那是最可怜的事情啊！所以所有功德都是从善知识而成就，所以在我修行的过程都是这样来的，所以我都是别人，就像我认识伽玛巴也是一位女居士，她现在出家了，强迫我去见她，她说你是搞电视台的，然后我现在
给你安排你去访问一位上司，然后谈一谈这些年轻人，我这样，然后说他叫什么名字，干嘛吧，我什么叫干嘛吧，这样我搞不清楚。但是我就是这样被安排去了，我本来下一个行程是要去南印度参加法会，结果我就干嘛吧，要不要去，他说不用，所以我就空了20天不知道干嘛，就天天住在他那边，这样让我有很多的机会，就亲近他，这就是我的因缘，那我认为这个因缘不是你自己去安排的，都不是你自己安排的。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每一次有殊胜的因缘，至少那个时候我的动机是好的，这样，我的动机是个好的，包括我结婚也是，我的动机也是好的，所以我得到了一个好的家庭，让我能够更了解生命的道理。所以我想，凡事都存好的动机，这样就对了。那为了帮助自己有好的动机，我想祈请上师加持，祈请佛菩萨加持。佛经典在说，这个世间不能骗，为什么？护法善神都在你身边，你真的不能骗，你不要晚上起来打开手机里面有什么不好不应该看的，佛菩萨都知道。各位修行要学到这样，人前人后都有人在关心你，人前人后莲花生大师都守护着你，所以你不能有别的念头跑出来，有不好的动作。像我唯一的问题就是偶尔睡个懒觉而已了，4点 morning call 了还在睡，因为我没办法早睡早起，我真希望哪一天可以早睡早起，对不对？觉光长老还跟我讲，海涛8点就要上床了，8点就要上，你这个活久一点，你这样会短命。我们觉光长老活到96吧，是吧？8点就上，8点半就睡着了，2点就 morning call 了。2点半坐在大殿等着我们上殿，哇，大家就冲了。那时候我干脆不要睡，免得迟到。后来就不敢去那边睡了，皮皮错了。哇，2点半，师父就坐在大殿等我们。你看你，你就很紧张。但是这个就是善知识，他不是要他这样做就盯着我们，这个传统要保留的。这种坚持念经威仪动作都要保留着，不然佛法就没有了。就唯有老和尚，那现在像我们这一代就不行了，师父都睡到7点了，你又睡到几点？没办法。所以后来我就跟徒弟说，这样好了吗？这样好了啦，时间给他忘了，反正睡满6个钟头7个钟头全部起床就 OK 了。我们就用时间来算了，就像什么时候上班几点领薪水，反正上班那就好了。哪一天希望我们有福报住在道场，对不对？9点通通睡了，睡觉前不要看手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早上起来精神很好啊，开始修行了。所以我以前刚出家是这样的，3点20一定起床。然后呢打坐半个钟头，我师父规定了，然后剩下10分钟呢整理一下，4点到大殿排队，然后就要开始敲钟打鼓，4点半做早课，以前都很固定的，一开始撑不住了，然后吃完早饭睡觉，睡到10点，在我师父都看了，你跑去睡觉没办法，师父没办法，会的，总可以的，就这样熬过来，对不对？但至少那个意志力那个时候起床了，所以我想各位呢，修行就是这样来的，训练来的，训练，当然我们很会看经典的人都有借口，我晚上才看的好啊，我早上看不下去啊，为什么看不下去？因为早起精神不好，要训练到早起来精神又好，这样以后身心会改变。好，第4句话来，
在莲花生大士的教言当中也说过，他将来会以不同的形象、不同的生命、不同的身份、不同的相貌出现在藏区、汉地乃至全世界，以度化各类众生。嗡阿吽班扎古鲁贝玛悉德哄啊，佛菩萨都是千百亿化身啊，配合对方，乃至不见得是人，不同样的生命，不同样的相貌，在帮助的我们。就像我们大乘的经典说，只要有四个如法的出家人在修行，其中一个一定是佛陀的化身。啊，意思是说，只要有四个出家人持戒在修行，一定有佛菩萨的化身在他们里面，自然感召，啊，来守护他们，来帮助他们这个僧团，啊，特别在末法。第五，来。末法时代，人类自私自利，信仰缺失，邪见如山，心理危机四伏，自然灾害频繁。在这个时候，莲花生大士的加持将超过所有佛菩萨的加持。重点，在这个时候，莲花生大士的加持将超过所有佛菩萨的加持。嗡阿吽班扎古鲁贝玛悉德哄啊！所以各位要把莲师从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的心灵的根本上师啊，然后你的肉体的上师就是莲花生大士的视线啊，所以你看到你的根本上师，哇，他就是阿弥陀佛的视线啊。啊，他就是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、观音菩萨的圆满的视线啊，所以能够亲见莲师，特别现在这个末法啊，莲师讲得很好，自私自利、信仰缺失、邪见如山，改不了的啊，心理危机四伏，现在有了电脑、手机，真的是贪嗔痴啊，谁也控制不了。谁也控制不了。那天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，师父，我的儿子很喜欢看手机电脑怎么办？我就问现场的，现场的妈妈，儿子不看的请举手，没半个举手，除非他脑筋有问题啊，每个只要有一点能力的都会去玩电脑手机的，爱不释手啊，这个就是没办法，所以要心理危机四伏，自然灾害频繁啊，地水火风，甚至还有爆炸、暗杀等等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经常祈请。只要看到各位，现在这个地球已经变成一个地方了。为什么？任何一个国家的事情都在你的手机，就在你的手掌上了。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，现在已经是缘起性空了。意思是说，都是互相关联了。这个世界越来越小了，越。符合佛陀所讲的因缘所生，互相依赖，互相影响的，没有单独存在的自然，所以这个时候只能祈求佛菩萨的加持，因为灾难都在你眼前，而且一个灾难要一天给你播报100次，让你时时刻刻都在看着，左边看右边看都是同一条新闻啊，而且这个新闻一定要多八卦才有人看的，像这种场面是没人看的，这我们自己看啊，因为他们喜欢那种八卦的、暴力的，所以就造成心理的危机四伏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各位要多祈请莲花生大士的加持啊。第六更重要，来。莲花生大士是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释迦牟尼如来、身口意三密之金刚应化身。很多经典中记载，释迦佛在世时就受记过，以后为莲花生大士的应试，常常念诵莲花生大士的心咒，可以消除灾难、延寿、去除磨难等等殊胜功德。嗡阿吽班扎古鲁贝玛悉德哄，调查一下，会背莲师心咒的举手，1/5，太好了，其他1/4有机会了。啊，今天我坐车回去就一直念嗡阿吽班扎古鲁贝玛悉德，等你背起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太殊胜了。
啊，很多事情很感应。